俾大家，因為咧呢一首歌真係影響咗我嘅唱歌好深好深，由我有知覺開始，我已經係有知覺開始就已經係好中意呢一首歌，同埋我亦都係好中意呢一首歌嘅歌手嘅，咁送俾大家呢首。回头最后，我的最初，寻寻觅觅，活在迷惘。多得你引领我，天天你亦为我，令我找到片段亮光。完全是爱着的人生更美，真是恋爱过你，感激恋爱过你，无奈得
真係冇諗過嘉怡會邀請我做佢演唱會嘅嘉賓。咁我今日就帶咗一樣嘢去話俾觀眾聽，點解你揾我做嘉賓？哦，喺呢度啊！就係有一日咧，我個健身教練神神秘秘就係佢有個朋友要俾封信我，呢個明明係卡佢話信。俾個信我，點知咧？邊個出曬嚟咧？原來就係嘉怡親手做俾我嘅卡啊！咁一打開我就即刻馬上睇到一個小女孩，係扮緊我以前嘅一個係咪啊？唱歌嘅形象，呢個係小心女人啊！冇錯，佢喺呢度寫住十歲時模仿我的偶像 Sammy， 係堅 fans 嚟啊！冇錯，我睇咗我相當之感動，咁亦都有。親手畫到個樣啦，跟住寫咗。我哋都有啲相可以擺出嚟。係啊，係啊，咁呢個就係2019年我哋一個倒數活動。我好記得呢張相喎。真係㗎。我特別唔知點解好記得呢張相，你走埋嚟叫我合照。係。咁同埋呢張相就係你今年嚟睇我冇錯，演唱會啦。咁所以我覺得睇到，我覺得係第一就係相當之有誠意，因為好少。即係好少歌手揾我做嘉賓會自己畫埋張卡，咁同埋真係完全係有證據係真係十歲時已經中意我，所以我好感動，我覺得我點樣我今日一定要出嚟。以前都幫 TVB 拍很多劇，但是我拍的 TVB 劇嗰陣，可能你仲喺阿媽個肚裏，相差太遠，我只能做你阿媽咁誒。所以我覺得呢個是相當之有心嘅邀請啦，咁同埋一個真係由細到大咁中意我嘅一個歌手同埋藝人，我今晚一定要親自嚟支持你。多謝。卡裏面咧有一句我特別有感受嘅，寫咗話。長大後，我靠住神的帶領成為歌手。雖然我不是很優秀和很前線，但我看到你說雖然我不是很優秀、很前線，但我想跟你說，在你的粉絲心目中，你是最優秀和最前線的，是不是？這個就是我經常無論做歌手或者演員都是一個馬拉松，真是一條很長的路途。只要你願意奔跑，只要你努力奔跑，咁只要你捉緊你心目中嘅夢想向前走，唔好咁容易放棄。咁啊，當中可能會有好多失意，咁但係喺一個每個失意嘅背後，其實可能亦都有另外一個得意嘅等緊你。咁所以加油啊 ！Thank you, sir。同埋頭先因為我好早嚟咗，我喺後面咧，好似啲觀眾咁聽咗你好長演唱會，你個彭武老師咧覺得你咧用三字嚟形容你嘅，覺得你好似一個爆炸彈咁啊，細細粒跳舞好有力。砰砰聲咁樣，係啊！我頭先喺後台都欣賞咗呢啲演出，我都覺得你好 powerful， 咁 I'm so proud of you， 加油 ！Sammy， 其實我都好想多謝 Sammy， 因為咧，我寫咗呢一張卡俾佢之後咧，我係覺得因為咧，我係冇諗過 Sammy 會係應承我啦，同埋我係即係膽粗粗，我好似第二日就覆咗你。係啊係啊，佢第二日咧就覆咗我話嚟喎，跟住咧其實我有 cap 低我個反應。啊係啊！跟住我係幾開心，即係喺條街度跑嚟跑去。啲人冇中你嘅精神病嘅，唔係你搞病，仲要踎低添，好似吉大全咁樣。真係冇諗過，我覺得好感動，因為我其實我唔想講話細細個中意你，但係我係一路十歲算啦，算吧。但係因為嗰陣時咧，我真係由聽 Sammy 嘅歌開始啦，我真係日日都喺度睇 Sammy 嘅演唱會嘅 VCD 嗰陣時係 VCD， 跟住之後咧，我亦都有畫咗一幅畫咧，即係細個時候畫嘅。咁咧就係以一個 CD 嘅封面，但係我你心中個嘴係咁，個嘴歪啦，個鼻又長啦，成日唔開啦。我小朋友嗰時係差唔多嘅，啲畫工幾靚啦。個頭仲有咯，好圓，唔知係咩嘢。跟住咧就係頭先所講咧，我就係十歲嘅時候咧就係參加咗個節目啊嘛，就有機會可以扮演到 Sammy 嗰陣時呢個。Nike 嚟，係啊！我就睇到呢張嘢好感動，真係我諗你係咯，我都
好慶幸你的童年有我陪著你長大，那你現在真的自己成為一個獨當一面的歌手。 I'm so proud of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那我們這次還有兩首歌就完結了，那我請你。我有些東西都想給你幫我簽。這隻碟好漂亮啊。不是很漂亮，普通啦，口型而已。真的好漂亮，入面所有歌都真的很好聽。多謝。還有天下好嗎，說剛剛出了 MV， 大家看吧，快點記住啊。好，咁我唱噶咯喎，好，唔好意思啊，好就。